Hello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呢还在布达佩斯啊。昨天我们不是逛了佩斯城嘛，今天我们去逛布达城。昨天佩斯城呢有两个景点我们没有逛到，就是一个是布达佩斯的内城圣母堂，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大市场，就这两个地方我们没有逛到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把它设计在布达城这边的路线连在一起，这样会比较好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去布达佩斯的内城圣母堂。从我住的地方到那个地方走过去，大概走个7分钟，还是比较近的。你们看一下，这就是我住的附近啊，这边就是一个小的商业中心了，也算是步行街，所以整个这边的氛围还是相当不错的。从这里走过去，哦，这里有个好大的月亮啊！看看，哈哈，真的是月亮哦，这应该是个气球。这个在晚上亮灯的时候应该会比较好看了。就这个教堂了，这是匈牙利最古老的一座教堂，它始建于1046年。不过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教堂呢，是1725年建的。1725年重修的，但即使这样，这个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呀。这是一座巴洛克风格的建筑，看看，还是比较漂亮的。我们看一下能不能进去啊？有可能进不去，因为我来的太早了。那旁边呢，就是多瑙河，它这个教堂就在多瑙河的旁边。看一下这边的环境，那前面就多瑙河了。等一下，我们走过桥就去那个布达城，这里就是教堂了。哎，可以进去，进去看一下，好漂亮啊！哦，它这个不能到里面去，只能在这外面看一看。哦，写了嘛。这个教堂内部呢，其实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，没有什么特别的那种亮眼的地方，而且这个教堂内部是不能进去参观的，只能站在那个警戒线外往里面看。除非你是信徒，信徒的方面就可以进去了，进去做礼拜了，做祷告了。像我们游客就只能在警戒线外。教堂内部其实谈不上多好看了，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教堂。不过来这里旅游的话，可以来这边看一下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去市场那边看一下。去市场，然后拍拍市场，然后我们再去布达城。最后再看一下这个教堂，这个教堂门前的这个石雕还是挺漂亮的。那个人手上拿着一个十字架呀。啊，这里是可以上塔楼的，如果你要想上这个钟楼、塔楼。就要付另外付费，另外付费就可以上去了。那这个我们就不上去了，就直接去市场吧。市场呢在这个方向，这个桥呢是伊丽莎白桥，然后往那个方向走呢，那边有一座自由桥，我们就到自由桥那个方向就是市场了。我们沿着这个多瑙河这边走吧。啊，那边就是自由桥，那个绿色的桥就是了。我们走到那边去就可以看到那个市场。那就这个市场了。这个市场呢是匈牙利最大的一个市场，但是很可惜啊，这个市场现在基本上是没有当地人了，因为这个市场现在已经变成服务于游客的一个市场了，所以我们进去看一下吧。来这里了，这个市场还是要看一下的，看这市场还是有年代感的，像一个火车站。那看这个市场，从这儿走进去。不准带宠物，不准带自行车，不准带踏板车，不准抽烟。啊，他是从这个方向开始逛，我的上面还有一层呢，看看。
那上面还有一层，我们就逛中间这一下了。我也不想一直逛了，我在这里看一看。这个市场的环境倒是挺不错的，你看一下。挺舒服的，不知道这个夏天逛这个市场还好。它这个地方都有那个电风扇的，它都是游客在这里拍照。这个人像不像特朗普？我看他的样子真的有点像特朗普，抱着一个母鸡。布达佩斯旅游啊，都会来这个市场看一下的，因为这个市场，是布达佩斯乃至整个匈牙利最大的一个市场，也是最有名的一个市场。这个市场确实还挺不错的，环境挺好，你看一看，规模挺大的，上面还有一层呢。到上面去看一下吧。这个上面就跟很多火车站的那种结构是一样一样的。你看，这些停火车的地方像不像？然后这里有很多小餐馆啊，你看，这边都是餐馆，你买了东西可以在这外面吃，也可以在里面吃，真的很像火车站的结构。不过跟欧洲的那些建筑的结构啊，内部的结构都差不多。逛完这个市场呢，现在我们就正式逛布达城。走过这个自由桥，就是我们布达城的第一站呢。从洞穴教堂开始，从这个方向走，走过这个自由桥就是了。正好我们到自由桥上去看一下多瑙河，黄色的多瑙河。这座自由桥啊，是建于1894年的，这个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啊。这是一座铁桥，我们正好走过去，那就这个桥了，看看。然后那边就是伊丽莎白大桥，这边是布达，这边是佩斯，布达和佩斯两座城市。这个应该是餐厅，不是那种常见的游轮，你看。它这个是两个船把它绑起来的，拼在一起的，不是正常运营的那种游轮。如果正常运营的游轮，你没必要绑起来啊。前面那个地方就是洞穴教堂了，这个是盖勒特山，所以它的名字叫盖勒特山洞穴教堂。它在二战时期啊，曾经改为了一个战地医院。现在我们过去看一下。这个教堂现在好像是没有教堂的功能了，基本上是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对外开放的。刚刚这个电车通过这个桥的时候啊，就明显能感觉到这个桥在震动，滋滋滋的这感觉。从那个时候到现在，说明这个桥的质量还是挺好的。OK，这里就是了，就这个教堂了。现在我们。进去应该从这个方向啊，不是从这个方向，应该是从这边，从这边上去，从那里进去。OK，现在过去，对，就从这个方向走，走到这上面去，需要爬山了。这里就是洞穴教堂了，这里又不能拍照了。刚刚问了一下，他这个地方现在关门了，就是1个小时之后再来可以。那到时候再说吧，因为这里面呢也不让拍照。它价格倒不贵，门票价格也就1000福林，大概也就3欧元左右。这个价格，就算挺便宜的了。但是要1个小时之后再来，而且他也不让里面也不让拍照，所以就让我比较尴尬了。然后先去逛其他地方吧，然后等到时候
看情况，你要不要再来？你看看这个教堂，这是在山洞里面的一个教堂，上面有个十字架。其实洞穴教堂啊，我以前在土耳其见过，在土耳其的卡帕托奇亚那个地方就有洞穴教堂。如果你们对洞穴教堂感兴趣的话，在土耳其卡帕托奇亚那边也可以去看一下。现在我想看一下能不能上去啊？上去看一下，这里好像有山道啊，应该这个方向上去吧？从这里。啊，从这里。呀，好热呀！OK，好像在这里了，这应该是最高处吧？哎，这边好像还可以上去哦。其实可以从这个小路爬上来，但是这个路应该比较难走。OK，看到十字架了。在这里可以俯瞰布达佩斯城吗？看一下。哦，这里还可以上去呢。这个下面呢，就是洞穴教堂了。看一下布达佩斯城。哦，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自由桥啦，然后前面就是市场，然后这个是伊丽莎白桥。然后往那边走，那边的尖顶看到吧？那边就是国会大厦。现在呢，我们去齐塔代拉城堡，应该从这个方向往那边走。那上面就是城堡了，但是这个应该是在维修啊，看全都是脚手架呢。我往这边走走看，看看能不能进去啊？如果不能进去的话，就拉倒。这是一个完全在山顶上建设的一个城堡，真的得爬到山顶才能看到它。这就是城堡了。那里面是真进不去啊！看看，城堡的规模也不大，就这么点点大。但是比较长，一直延伸到那个地方，那这里进不去。不过这里视野非常好，看看，那边是佩斯，这边是布达，看看，房贷怎么样？漂亮吧？欧洲小镇就是这个样子。这个城堡呢，它是在1848年，然后匈牙利的那个革命失败之后呢，然后修建的，就是为了防止你再次革命。现在呢，我们往这边走，去前面看一个塑像，布达王子和佩斯公主的塑像。哎呀，这不错呀，这还有这个椅子呢。从这里走过去，大概要走个15分钟吧。但是山上的视野真的非常好啊。可以看到整个布达城，佩斯城在那边，这边是布达城。OK，我往这边走。哦，还带瓦上来的呢。雕塑就在这个公园内了。我们往这边走，这个其实已经走到山下来了。应该是半山腰，那边是山上。这边是半山腰，那边才是山下。雕塑应该在这个公园内部。我们往这里走，这里也有一座观景平台啦。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布达佩斯城，塑像就在这里，看到了吧？好小，好小，就这么点点大。我在那个谷歌那个 map 上面看，我以为是好大的一个塑像。你看看，就这么一点点大。但是很有意思啊，这个是布达王子，这个是佩斯公主，然后中间呢就是多瑙河，然后是布达城和佩斯城这个样子。
这印象派的 3D 雕塑啊，这是，原来是不是印象派的？哎，这个就是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城堡了，然后那里是布达城堡，等一下我们去布达城堡那边看一下。我真的没想到这个塑像就这么小，因为在那个 Google Map 上面，他看到的那个别人拍摄的图片，感觉看上去特别的大。但走到这里来，发现哦，就这么一点点大，还是有点遗憾的。不过还好啦，这个塑像还是挺不错的，挺有意义的，因为它把这两座城市的那种，历史背景刻画的挺生动的。所以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，可以来看一下啦，如果没有时间，那就拉倒吧。现在呢，我准备去布达城堡那边看一下了，往这个方向出去吧。往那边走，那这写了布达城堡，在这个方向，往这边走。这个山下面呢，其实也是一个公园呢。他们这边的公园真的非常多啊，而且公园的环境也都非常的好。除了是这种自然的环境，它还有一些那种公共的体育设施，像这个是篮球场。有人在那个打篮球嘛？整个环境都挺不错的，挺好的。然后从这个地方往上爬，哎呦，这个城堡还是蛮高的呢。你看看，哎，从这个地方拍照挺不错呀，是吧？啊，那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城堡了，有很多脚手架的。我们现在从这个方向走。哎呀，好晒呀！哎，走旁边吧。爬这个城堡就跟爬长城一样，终于到最高处了。哎，这还不是最高处，那边才是最高处。但这里视野已经非常不错了，看看多瑙河和前面的佩斯城。你看这河上有很多的这个桥啊，那个就是我们昨天看到的那个议会了，国会大厦。看一看。漂亮吧，视野非常棒。底下有一些咖啡馆。往那上面走，还得爬。那从这里开始爬，爬到那上面去。这好像还不是最高啊，还要往上走。你这边上去啊？终于上到最高层了。然后这个城堡里面呢，就是一些博物馆。如果你要进博物馆的话，就在下面那个地方买门票，买门票才可以进博物馆。如果不看博物馆，只是看这个城堡外面的话，是免费。这一点非常非常棒。那你看，这里有一个比较开阔的那种观景平台，很多人就在这上面拍照呢，那个视野非常好。昨天看了布达城，今天我们看佩斯城，这个比站在河岸上面看的视野会更好呀。你看一下，看看。从这个地方看一下佩斯城是不是很漂亮？但就是太晒了，用手摸这个石头都特别的烫。那个就是伊丽莎白桥，然后那边前面那个绿色的桥就是自由桥，我们就从那边走过来的。那刚刚上来的地方就这里了，从这里一步一步沿着这里往上走。我觉得看城市啊，在城市中真的是看不出来，只有到这个山上。你才能看到城市的全貌，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城市真的很漂亮。逛到这里呢，我今天的行程也差不多就结束了。其实这个城堡周边呢还有一些景点，但是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了，我就不想去了，我就逛到这里了。
然后你们要是来的话，你可以根据我这个路线走啊。但是到了城堡这个地方呢，那个天气不是那么热的话，你还可以继续，因为城堡周边还有一些小公园，还有小景点也不错。另外呢，就是如果你们对博物馆感兴趣的话，这周边这一路上沿线，就是我今天这个路线的沿线啊，就有很多的博物馆。行，布达佩斯的视频呢，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，拜拜。